海峡两岸都表达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李大为也表达失望，但并没有促成蔡英文登岛。我们觉得有很失望，因为也是我们在做幕僚作业中间的，是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状况。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蔡就应该要登岛，你认为呢？依照目前政府的这个规划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而对于舆论呼吁海峡两岸共同维护南海主权，李大为则干脆拒绝。我想我们各做各的，各有各的主张。自上任以来，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以一中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却积极以美联日，企图以此扩大所谓台独国际活动空间。但在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情况下，蔡英文当局的对外关系困境进一步加剧。我们没有收到这个邀请函，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2016年9月27日至10月7日，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部举行，台湾方面没有接到邀请函。随后，台湾也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当年11月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面对媒体，李大为不得不承认很挫败。独独缺乏台湾这一块，实在对我们的有相当大的一个挫败。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仅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持续被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重要国际活动及组织拒之门外。2016年12月20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事关系。李大为除了表示遗憾，还声称圣普是所谓讹诈不成转投大陆。圣国方面，曾经提过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晓得，我们目前的踏实外交，我们是不愿意做金钱游戏。2017年6月12日，巴拿马宣布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事关系，蔡英文当局再次将原因归咎于所谓大陆利诱、巴拿马总统想转移内政焦点等。不会畏惧艰难，越挫越奋，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争取应有的国际地位。在李大为任内，一些国家也纷纷降低与台湾的实质关系。2017年5月10日，斐济所谓驻台代表处突然撤馆。2017年6月14日，尼日利亚、巴林、厄瓜多尔、阿联酋与约旦等五国要求台湾设在其境内的办事处改名，否则将摘牌。台媒称，这一系列状况说明蔡英文所谓的踏实外事政策已经进入全面警戒。2017年9月，林权行政团队总辞，李大为受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续任。此时外事战线上又传出不稳的风声，似乎好像挺不住这个国家。说实在话，我们密切注意已经非常久了啊。我们主管次长现在正在去多明家的路上。李大为承认，处在外事第一线的台湾涉外人员面临巨大压力。讲老实话，对我来讲是，我是每天看着各外管的电报啊，有时候真的是心惊胆跳。2018年2月，台行政团队人事调整，李大为卸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调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蔡英文刚上台的时候就任用林权来组建行政团队，那当时呢，这个团队就被外界称作是老蓝男，李大为也是其中之一啊。邱教授，您对李大为了解多少？怎么评价他在任内的表现？李大为基本上是被民进党里面的独派称之为老蓝男的典型人物。为什么他们会把李大为叫老蓝男呢？大概三个指标：第一个，他是山东青岛人；第二个，李大为的行事风格其实非常的明显，很像国民党老派的官员，讲话起来不温不火，行为的方式、行为的模式，一看那就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指标是因为他的资历。李大为过去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他做过连战的秘书，还做过新闻局的局长，他当时在国民党内还是中央委员，而且他还是国民党的终身党员。那李大为当时候也在国民党的任内的时候，也曾经派驻到这个加拿大啦、欧盟啦来做代表的，所以被称为老蓝男，我觉得一点都不冤枉。好，那李大为为什么会被民进党看中呢？民进党本身的外事人才是不多的，基本上台湾的整个
外事官员是在国民党和循序渐进的一个体制里面培养出来的，所以你民进党要去找一个典型外事官员其实没那么容易的。而李大为被民进党看中其实有几个渊源，我要讲一点小故事了。大概在陈水扁当执政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陈水扁想派驻美代表，就陈水扁来说他的第一人选当然就是陈唐山了。可是问题是美国不要陈唐山，那不要陈唐山怎么办呢？那李大为因为担任过北美事务协调会吧，所以美国就指明说好，那就李大为好了。所以陈水扁那时候才被动的把李大为从欧盟代表调到美国做驻美代表。当时李大为刚刚从蓝营跑到绿营，所以李大为当时的个性里面还保存了相当多蓝营的血液。我记得当时有个事件，在李登辉时期，李登辉是用一家叫卡西迪公司在美国的国会山呐、做游说。可是到陈水扁时期，邱毅人掌舵，邱毅人希望把卡西迪把它化整为零，以免太被瞩目，而且比较好运作，而且可以利益均沾。所以他把给卡西迪一家的钱分散到给各家这些公关公司，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李大为呢，他是驻美代表，他就觉得说你邱毅人怎么可以跳过我驻美代表去搞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跟邱毅人之间还曾经出现了不愉快。这个是李大为在绿营为官一开始的时候还敢跟绿营里面的大头目邱毅人之间还能够产生这样的口角，现在不会了。李大为现在学乖了，这样的情况现在不再会发生了。好，可是也就是因为他跟邱毅人之间有不愉快，所以李大为在陈水扁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的爬上他换图的高峰。那到马英九2008年上来，李大为基本是被冰冻的。那什么时候李大为才重新再成为热门人物呢？重点在于蔡英文。蔡英文为什么会用李大为？第一个原因，李大为确确实实是政大外交系统出身，他才是政治系，可是他是考外交特考进来的，他确确实实在美国一流的名校，他是念外交的，念国际事务的，拿了硕士，拿了博士，他确实有历练。民进党很需要这样的人，而李大为跟蔡英文在陈水扁朝的时候，两个人是同朝为官，蔡英文是喜欢李大为的，他是欣赏李大为的，所以在林权要布局的时候，当时候关键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李大为，让李大为来负责。其实做的引发很多的批评，因为台湾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小，但是真正的内战的原因是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嘛，所以活路变死路嘛，这个踏实变踩空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大为即使再有天大的本领，他也不可能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角色扮演的有声有色啊。可以看到啊，李大为任内蔡英文当局的所谓踏实外事政策已经不断的踩空了。李大为说过，两岸关系不是所谓的外交关系，台湾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这些大实话，这也成为了岛内的所谓独派攻击他的理由。那么李大为最终走人，到底是因为所谓的独派不想要他呢，还是蔡英文有其他的考虑呢？李大为两任当官不一样，他在陈水扁当官的时候，美国的政策是台海安定就是亚太安定，亚太安定就是世界安定，所以他是怕闹事的人，他是怕麻烦制造者。所以那个陈水扁任内是为什么不要唐陈唐山，会要李大为？但是呢，特朗普以后他那个情况不一样，他就怕少一个挑衅者，啊，所以李大为在这个时候来做，他就越来越难。但是还有一个真正要换他，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呢，可能一般人很少注意到，就是蔡英文他是独，但是他要当独的教母，他不想别人对他指指点点。那台湾独派两个，日本系统辜宽敏，美国系统吴立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并不喜欢，但是呢，他要把那吴立培，你又不能得罪他，你不能得罪独派。吴钊燮呢讲过他
他喜欢当外事部门首长嘛，但是他会把他拿来放到呢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所以他那个时候离开也有一点，就是说把这个调虎离山，让这个吴钊燮呢不要在他跟前，另外呢也给陈菊一个机会进来到那个位置，然后他到这个位置，所以把李大为啊整个拿掉。那李大为也很清楚呢，台湾的对外工作是越来越难做，所以能够借此脱身更上一层楼，那是何乐不为呢？啊，所以这个情形，所以对李大为呢，我给他写个打油诗啊，李是外事老官员，啊，就像邱毅讲，他一直都外交系统混练出来，学历经历都齐全，那碰到两岸不来电，电话都不通的，心中有苦却难言，所以他心里有苦啊，但是工作是很难言的，这是他的心情。李大为卸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之后，接替他的是时任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的吴钊燮。不同于李大为老蓝男的标签，吴钊燮的政治色彩深绿一直都是蔡英文的核心幕僚。他在外事领域又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你在干嘛？嘘，听，草草好好吃哦！天然五星草饲，300天户外放牧，美赞臣安尔宝，含天然益生元 DHA， 宝宝好吸收，好脑力。豆本豆豆奶，专注植物营养，天然植物蛋白，零胆固醇，零添加，健康营养，零负担。豆本豆豆奶。遇见你，我情亲更亲近。你在干嘛？嘘，听，草草好好吃哦。天然五星草饲，300天户外放牧，美赞臣安尔宝，含天然益生元 DHA， 宝宝好吸收，好脑力。碰上彩虹，吃定彩虹。奥利奥，游在一起，天在一起，跑在一起，我们都能玩在一起。粉色的奥利奥，奥利奥樱花抹茶味，限定上市。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科竹。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蔡英文的对外政策，以及两位前后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为和吴钊燮。上一节我们聊了李大为，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蔡英文的第二任，也是现任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交接印信，我何其有幸从李部长手上接下这个棒子。 I humble myself in front of all of my predecessors。 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目前幕后角色互换，但是我们对以后两个人工作上继续密切配合，我有无比的信心。吴钊燮出生于台湾彰化县，其三叔是岛内所谓独派大佬吴理培。学者从政的吴钊燮1978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后赴美深造。1982年取得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89年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吴钊燮返台后，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从事学术工作。2002年至2004年，吴钊燮担任陈水扁办公室副秘书长。2004年5月20日起，接替蔡英文担任台陆委会主委。2007年4月10日起，吴钊燮改任台所谓驻美代表，至2008年8月4日卸任。他也成了首位民进党籍的所谓驻美代表。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吴钊燮于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5月21日任台安全会议秘书长。2017年5月24日至2018年2月26日任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一直以来，吴钊燮就是蔡英文在对外与安全事务上倚重的首席幕僚。出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后，吴钊燮高调出击，将全速推进新南向政策明确作为两项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蔡英文当局在2018财政预算支出中，大力增加对新南向政策的支持力度，力推所谓经济脱中战略。我现在很直接问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现在行政院到底是怎么在看待对岸？
我没有办法替那个院长来说话了啊、哦。我们在面对全世界，全世界各国都称中国叫做中国，所以我这个角度就是称它为中国。吴钊燮上任以来，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拓展国际空间，不仅毫无建树，情况还越来越糟。刚上任三个月，多米尼加和布基纳法索就与台湾断绝外事关系。半年后，萨尔瓦多也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事关系。2019年9月，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又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事关系。吴钊燮在任期间，台湾失去了5个所谓友邦，他也成为任内经历所谓断交事件最多的外事部门负责人。而每次事件过后，吴钊燮都会上演一出请辞戏码，然后又被蔡英文挽留。在掌握到这个讯息之后，我已经口头请辞了。作为一个政务官，必须要为政策负责。过去的8年，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今天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为什么你们的方法有错误吗？你现在变断交部了，你知道吗？面对所谓国际空间限缩，蔡英文当局选择继续紧抱美国大腿，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频打台湾牌，妄图以台制华，让吴钊燮和蔡英文当局沾沾自喜，不断强化所谓对美关系。吴钊燮任内，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台湾旅行法》、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等多个所谓有台法案，并接连批准巨额对台军售案，让吴钊燮频频表达感谢，称此举加深所谓台湾方面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维护两岸的和平。而蔡英文更多次在公开场合声称，现在是30年来台湾方面与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候。2019年7月11日，蔡英文展开第一个任内最后一次访问行程，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活动。此行蔡英文在美国逗留了共计4个晚上，刷新上任以来所谓过境美国的最长时间记录。我们会持续的寻求国际的参与的机会。吴钊燮等人把此次出访行程搞得噱头十足，不断向随行媒体爆料各种所谓礼遇和突破。不过连自家人陈水扁都不买账，在脸书泼冷水，直指蔡英文此行没大突破，只是棋子而已。台湾的问题往往就是中国跟美国两个强权的一个机遇。身为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任内始终展现出对美日奴颜卑膝、极尽谄媚的姿态。2019年10月，吴钊燮在给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沼田干夫颁赠所谓特种奖章时，称其为我最敬爱的大哥哥，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媒体谴责吴钊燮自我矮化，让台湾沦为日本的小弟。私底下跟我的关系也维持得非常好，而我个人，我的哥哥英年早逝，这是私底下送给他的一个纪念品。但吴钊燮对大陆却始终污言秽语、恶行恶状，随时随地挑拨所谓仇陆反中情绪。随着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吴钊燮妄称在中美贸易摩擦及内需疲软的冲击下，中国大陆经济若持续放缓甚至恶化，北京可能对台制造军事冲突以转移内部压力。但分析认为，吴钊燮的评估过度简化两岸关系及国际复杂因素，根本是在2020选前煽动岛内所谓恐中情绪。而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吴钊燮更是如获至宝，一边鼓噪谋求所谓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题，并展开所谓口罩外交，遭批手法低劣、丢人现眼；一边则一直将新冠肺炎污名化为所谓武汉肺炎，在媒体上制造所谓的中国病毒论，代表民进党当局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所谓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和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舆论攻击。世卫组织将台湾作为中国一个省份进行通报后，吴钊燮竟然在网络发文辱骂世卫组织，你有什么毛病？疫情期间，吴钊燮还公开叫嚣，我的工作范围不再谄媚中国。有岛内网友嘲讽说，的确他的工作只是谄媚美国和日本而已。和李大为不同，吴钊燮是绿营自己人，而且称得上是蔡英文的核心幕僚。那么吴钊燮和蔡英文到底是有着怎样的好交情呢？李大为被独派的民进党的绿营的独派人士称为老蓝男，可是吴钊燮也是整个外事系统被国民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吴钊燮其实早就在年轻时代大学时期就加入国民党了。那吴钊燮为什么会得到蔡英文的重用？我给他分3个阶段。首先讲同事阶段，吴钊燮的第一个官是陈水扁把吴钊燮拉到他的办公室担任副秘书长。紧接着2004年，
蔡英文陆委会主委做了四年，要卸任了，继任的是谁呢？就是吴钊燮。那吴钊燮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蔡文干嘛呢？蔡文当时到立法院担任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当时蔡英文因为过去我们在台大有互动嘛，我们就问他，你怎么不到陆委会，不到内政委员会去咨询吴钊燮呢？去跟吴钊燮沟通一下，看看你们前后的主委哪个厉害啊？蔡英文说，那个家伙怎么跟我比啊？他就是看不起吴钊燮的，他觉得吴钊燮在整个国际视野上面是不如他的。那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民进党失去了执政权，吴钊燮基本上也只是民进党外围智库的一名学者。但是后来苏贞昌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把吴钊燮拉进了民进党中央，担任政策会的执行长，吴钊燮开始受重用了。蔡英文又接了苏贞昌做党主席的时候，蔡英文这时候并没有把列为苏贞昌人马的吴钊燮干掉，反而把他高升担任民进党的秘书长。这是吴钊燮第一次在民进党绿营的系统担任重要性的高官。在2015年，蔡英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一定要走，因为他觉得2012输给马英九就是因为跟美国的关系没有打好，所以他认为2015年要访美。这个过程里面是谁给他出了最大的力？就是吴钊燮。也就是因为吴钊燮帮助蔡英文风风光光的在2015年完成了访美之行，所以蔡英文就觉得吴钊燮这个棋好用，也是他未来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棋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角色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吴钊燮就成为蔡英文的亲信心腹了。2016年蔡英文一上台，他把最重要的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个角色就给了吴钊燮了。所以吴钊燮可以说是蔡英文在2016年里面以后亲信中的亲信。吴钊燮为什么被重用？第一个，在绿营里面，我认为吴钊燮他算是知美派，也是通美派。第二个，只要蔡英文叫他做事，他一定使命必达，他一定热情参与。蔡英文当然喜欢这样的人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吴钊燮应该是蔡英文旗下在负责国际部分外事部门的应该排名第一位，李大为最多只排名倒二而已。嗯，在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任内，可以看得出来呢，吴钊燮的步子迈得要比李大为大得多，那话说的也狠。如果要给他任内表现打分的话，黎先生会给他打多少分？首先就是说给他打分，就是说看你这哥们是属于哪个部分。如果纯就外事部门来讲的话，那我想他任内让台湾有五个断交，我想在他任内买台湾参加国际性的组织会议反而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所以这个当然理论上讲应该是零分的。那么吴钊燮他是虽然说在这个政大啊国关中心做研究，但是那是学术性的，那是属于政策性的。可是涉外单位是事务性的，是外事嘛，是事务性跟政策性是不一样，所以他在事务性上面我是觉得他做的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也给他一个打油诗，就是说吴对外事并不通，只想谋独搞仇中。他就针对就是跟着美，他是非常跟着美国走嘛，啊，虽然他有几个亲戚有蓝有绿啊，但是他主要大家很清楚嘛，他最亲的还是绿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要搞谋独要搞仇中，那此路当然行不通嘛。结果他沦为什么媒体的小网红。我请问你，当涉外的话，你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考虑你代表台湾的一个气度，一个风骨嘛。可是你没事在网红骂人家。在这个那个话，那你这个是跟你的就是说失格。还有他最糟糕就是说跟日本的失格。我在台湾算对日本算了解的，因为谢长廷已经让台湾非常那个失格，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谢长廷他是帮助日本的代表，不是住在日本的代表。那一样吴钊燮你今天跟日本那个什么兄弟称兄道弟，你是江湖草莽啊。所以他在外面很多失格的事情，他整个哈就是强烈的就是表现就是什么抱住美国，其他应该不管，
啊，所以他那个可以讲，就是说他在整个负责台湾外事，对所有的情形来讲，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乏善可陈，啊，可是呢，啊，他有那种很强烈的气息呢，却又表现在网络上面，所以我给他零分。强化所谓对美关系是蔡英文当局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蔡英文当局全力迎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全力讨好特朗普政府，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大家知道吗？三个联合公报嘛，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政策嘛，美国能够在台面上表现的过度倾向于台湾吗？不忍嘛。可是在蔡英文的运作，在特朗普遏制中国的野心之下，美国给他的空间也变大了。当然，特朗普有他的目的，他担心大陆的崛起会影响到美国的世界的霸权，所以他必须把中国大陆压下去。要把中国大陆压下去的话，他认为有个牌是很有用的，是很好打的，这个牌叫台湾牌。而蔡英文需要拉倚仗美国狐假虎威来达到他实质台独的目标，所以两个人一搭一唱，彼此各取所需，就形成了今天对一个中国最大的挑战。李先生，蔡英文究竟能不能够意识到解决台湾所谓国际活动空间的问题，要是在两岸而不是在美日呢？当然，就是蔡英文他第一个他绝对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他研究两岸问题很久。所以，但是你也知道，他几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大陆关系，我们讲就是那大陆呢啊，等于门关了，但是没有锁。那后来是门关了也锁了，但是你知道钥匙是什么？那就九二共识嘛，就通关这个密语嘛。但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关系，所以蔡英文就一个幻想，我不理这个，不甩这个门，美国会给我开一个窗，所以他就警报美国。美国很多法案通过了，我想蔡英文很清楚，这些法案是空的。中间没有一个是有法律效力，这是一个催眠。美国现在很简单，叫小船撞大船理论嘛，就台湾是小船，大陆是大船嘛，美国不让大陆在这个时候崛起，然后再极力打压中国大陆嘛。那你台湾是被人家，就是说人家讲，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你是一个棋子，而且他现在可能变成一个死棋啊。美国不是抛，美国以前讲放弃台湾，现在美国可能是毁弃台湾了。现在让你台湾毁掉，然后呢，让大陆受伤，然后呢，整个那个的话呢，哈，我想就是说啊，他应该从这个看，这个窗后面没有路，只有悬崖，没有路的，他还是应该要考虑到中国大陆这条路，才是真正就是说能够保住2300万人民的地位。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蔡英文的对外政策。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32道工序，42天慢熬而成，把肾透支的补起来，魅力不减分，精力更加分。用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豆本豆豆奶，专注植物营养，天然植物蛋白，零胆固醇，零添加，健康营养，零负担。豆本豆豆奶，每个人的床头柜都是自己的秘密基地，放着生活。放着爱情，也有人把它放进了床头柜，及时温补很重要哦。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32道工序，42天慢熬而成，把肾透支的补起来，魅力不减分，精力更加分。肾透支了，用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你在干嘛？草草好好吃哦！天然五星草饲，300天户外放牧，美赞臣安儿宝，含天然益生元 DHA， 宝宝好吸收，好脑力。奥利奥，游在一起，天在一起，跑在一起，我们都能玩在一起。粉色的奥利奥，奥利奥樱花抹茶味，限定上市。你在干嘛？草草好好吃哦！天然五星草饲，300天户外放牧，美赞臣安儿宝，含天然益生元 DHA， 宝宝好吸收，好脑力。
绿箭，你我情深更亲近。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蔡英文的对外政策。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呢，蔡英文的第二任期将会有新一波的人事调整。那么吴钊燮的职位到底会不会变动呢？那无论是谁出马，蔡英文接下来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外事部门主管呢？现在台湾讲句实在话，你像那个前天台南最大的丽兹饭店，我们在台南经常在那关门了，而且很多有名的高雄祥裕楼关门了，什么关对有名的经典餐厅都在关门。这个后面的经济影响要面对的，你台湾怎么去面对这个经济问题？你跟这个，你跟大陆搞不好，你这个东西怎么做？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啊，蔡英文他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也必须考虑，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关系。那美国一个关系的话，那他两个人不管他怎么动，第一个要考虑，就吴钊燮如果离开这个涉外部门的部长的话，你把他放哪里？你没有位置放啊，你再把它放回，就是说这个安全会议秘书长吗？还是那你当初就不愿意那个嘛？然后你因为蔡英文他想自己控制这个安全会议的，因为里面牵涉到那整个就是情治系统、军事系统什么都在嘛，警政系统都是在安全里面嘛，所以他这个时候不会。那你刚才就是说当他这个办公室秘书长吗？这个也都是一个可能。所以吴钊燮动是个大事，他怎么动，这我们要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李大伟跟吴钊燮，我们刚刚讲是他现在呢不能缺的懂外事、懂尤其美国关系、懂一些国际关系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会是他重用的。那么你说给他一个资政，李大伟可能愿意，吴钊燮却不会愿意，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摆，这是一个。那你现在再来一个，假说现在传说驻美代表要派萧美琴，那我是觉得他萧美琴也不是纯正外事系统出来的，所以以后整个台湾大概就变成是美国的传令部了，不能叫这个涉外部门了，就是美国的传令部门了。上面有什么话你就听着照着做，你下面有什么就呈报美国了。那你这样子的话啊，整个台湾的涉外体制啊会崩盘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好，所以他这个啊，涉外部门换谁，我是很难会不会把吴钊燮换掉，我是很怀疑。邱教授怎么看呢？您认为说吴钊燮会被换掉吗？蔡英文需要的是接下来的这个四年任期，他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位外事部门负责人？蔡文乐的逻辑是，台湾要先走向世界，再从世界走向大陆，而世界的核心在哪里呢？在美国。其实说穿了，也就狐假虎威。挟美国以制宙，以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蔡英文的逻辑。台美关系重于两岸关系，先搞好台美关系，再来处理两岸关系，这就是蔡英文的整个战略的思维。把这个逻辑思维谈清楚以后，那就知道蔡英文前面的四年他是怎么做的，后面的四年要强化，要收割，他需要什么样的外事部门的主管呢？目前能够取代现有的吴钊燮的，我认为还没有啊。那蔡文有没有积极的培养？有，第一个叫萧美琴。萧美琴很可能第一波他现在已经把他放到安全委员会担任咨询委员，下一波就是放到驻美代表，第二波把原来蔡英文最倚重美国也很爱的口译哥赵宜翔会担任驻美副代表，在地可以帮忙从台湾过去的萧美琴。而第三个是谁呢？是原来李大为的副手，叫曾厚仁，现在被蔡英文拉到哪里来呢？拉到他的身边，他的办公室担任副秘书长。很多人看到蔡英文的副秘书长怎么出现一个曾厚仁呢？很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曾厚仁就是李大为推荐要去帮助蔡英文处理台美关系的，也是未来的一记活棋。而这几个角色要靠谁来训练？当然必须靠
有丰富的外事官员经验的李大为，所以李大为在短期应该还会在安全部门担任秘书长一段时间，但是整个外事部门的大局还是必须靠吴钊燮来帮助蔡英文使命必达。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